再为大家揭晓一个演艺圈的神秘的生物链，这个生物链的主人是，欢迎汪建明先生。欢迎。环绕着汪建明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个食物链到底长什么样？我没想到你的圈圈还可以扩大到这种程度。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而且当中有一些就是真的还蛮不错的。我本来对于他的生物链已经有点腻了，可能就是那几个，结果今天有发展出新角色。对，第一位出场的呢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定位不是他的妈咪耶，就是他竟然是他朋友哎。好，这一位大家都知道跟汪建明很熟，我们欢迎他出场。手上的那个袋子呢，听说是一个他收到的很不解的礼物。是，不过宝妈你要含蓄一点，你的笑容稍微含蓄一点，这个东西对我还 OK 的，我可以接受。你说 T 恤吗？对，听，我不知道你跟汪建明是忘年之交，你们是朋友，所以你不是以长辈的身份在对待他的。我觉得我跟建明之间的那种，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，他跟我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到底还是比较年长一点，所以我都会比较含蓄一点对他。所以宝妈刚才我从来都没有骂过他。刚才在后台的时候，你有见到了一些这个食物链里面的人，是你之前不知道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对，有一些新人物，而且我完全没有见过。我今天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我是专程来修理两个人的。OK， 所以你重新认识他吗？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汪建明。我真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今天的角色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种，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他在想什么的一个人。可是他连我，他对你不是已经百分之百吗？我啊，他有很多事情都是人家告知我，但是我从来都不问他的。那你我希望从他的口中告知我，但他永远都不说。那你有没有警告过他说，汪建明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这件事了，如果满三次的话，我就要翻脸。他是那种有暧昧，他就不会介绍给我认识。对，他是那种人。他为什么要这样防着你？怕你坏事，我不晓得。他可能认为说，我在我的眼里可能只有没有，因为有那个人。是因为你是很大嘴巴的人，你会在节目上讲。你想不想？你想不想？我们两个，我们直接打一架，你知道现在这个节目，你要随便对我很凶吗？没有，必须要保持肌肤的完整。没有，我可以讲。你可以讲话。所以你说，宝妈刚才的指控是真的，就是只要你暧昧过的，你就不让她知道了。就是现在在我生命中的女生哦，除了妈妈跟奶奶以外，她是我最亲的、最互相、最敬重的一个人。那有没有我始终觉得我跟谁暧昧，我觉得那些都还其次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我可以告诉她她是我女朋友的人，对，我才会让她知道，要不然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她知道。可是暧昧过程很重要哎。成为女友，她就不甘心这么晚才知道啊。对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如果你在跟某个人搞暧昧，而我不知道，是某个人就跟我讲说，宝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昨天在什么路看到建明哥牵着一个女孩子，我说哈。他说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，身为我，你把我放在这么重要的地位，我觉得我好没有面子，好像被孤立在资讯外面。对，我是尊重你。就是以我的角度的想法，就是我认为要让你知道的这个人的话，他一定是会让你表示也要认同的。所以你可以就是没有认定他是你的女朋友，可是你大搞暧昧好几个同时。哦，不会同时，不会同时。我跟你讲，宝妈今天有几件事情要指责她，所以呢，慢慢来。那宝妈手上有个礼物，等一下我们还会揭晓她为什么不满意这个礼物。我没有不满意，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，你知道宝妈椅子在一个无法穿越的地方，哎，我不知道她要怎么爬进去。而且我这像整老年人啊，这很像博物馆里面的镭射，就是制造那个防范措施。我会帮你，你要下腰还是你要跨过去吗？我们要这个，宝妈不用，不用，我帮你。宝妈从那边最好，对，这里。找了一个行动这么不便的助理，有个屁用啊！我是树状图了，我是。你确定可以打开吗？我是这个单元的守护神啊！好，来，你今天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守护这个人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有功能呢。当然了，你会拆解，我很重要。今天是汪建明的忘年之交，哈，我们很高兴知道这层关系。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汪建明会稍微感到一点惊喜的新角色，因为在之前汪建明的这个食物链里面呢，并没有这号人物出现过。瞒着大家跨到了这一个地方。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跟你只是暧昧，还是说你们真的有怎么样？应该没有怎么样，应该没有怎么样，就是。好了，我们欢迎这位小姐出场了。安琪，很漂亮啊。主持人好。所以。
没有哎。所以他看到你的反应是会冒汗的吗？王建民，因为我们最近没有很常联络。所以请问他，就是你就是他属于在暧昧阶段的朋友吗？我觉得我们没有暧昧过。你刚刚要跟我们解说的人不是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是他，应该是。所以你看到他现在还是很心动吗？我不晓得，我跟他其实有一段，就是我们出外景。有一次出多久以前的事？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。出外景，我先问一下啊，忘年之交宝妈，这个你不知道？我当然不知道，而且重点是刚刚在后台，他也很不好意思的，不敢过来跟我打招呼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私底下碰过面。那也要打招呼？对啊，基于长辈的立场，你现在好好跟宝妈打招呼。宝妈好，没有。我跟他这个人惹不得，他心眼不行。我说，你是这样的，他现在被关注撕过来的。小心！哎，他穿得很辣。有，你穿这样是想要再让汪建民懊恼当时没有好好对你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刚刚讲到一个段落，就是你们以前是外景节目认识的，对。然后是一起上那节目吗？还是有人在主持？一起上节目。哎，你很吵哎你。你树枝为什么一直掉啊？树枝掉了，我要下去捡嘛。啊，掉掉了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把你送到壁炉里面去生火？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啊。所以当时是一起上一个参加一个外景节目的录影，对，我们都是特别来宾。然后当时你是不认得他的，不认识。然后怎么开始认得的呢？因为我们在同一组，然后他就还蛮照顾我的，然后还有我们他对汪建民动心的时刻很古怪。你有对他动心？因为我们在国外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吃饭。他做了什么事让你那么动心？剥虾子。剥虾让你动心的原因是有翘小手指吗？没有哎，那时候他很慢，所以就说剥很快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剥虾很慢。剥虾有什么好动心的？因为我很喜欢剥虾子的男生。可是你对他的感觉是当时有一点想要进一步发展吗？哦，因为那次出去露营，一路露五天。只要过五天你就发作啊！过五天，然后狼人几乎每天收工晚上都会有，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吃。没有其他女明星吗？那次有其他女明星。可是据说汪建民要求高度，他希望眼睛对到眼睛，所以张安琪的高度是对的。你可不可以你过来一下对他眼睛好不好？眼睛是不能往下看哦，刚好真的也不是好对到哎，没有不能往下看了，因为我始终觉得，比方说排队要看电影买票的时候，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他只要回头，或者是他在我前面，或者他在前面，就是我们回头随时可以对到眼睛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。所以你不想要低头，你不想要有一个女生是让你需要低头看她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就是如果个儿比较小的话，我要亲她，可能还要弯个头。可是现在腰不行了啊，腰跟不行。现在是在僵直，僵直也对不到。哎，方便请教一下你们两个的年龄的差距吗？差十几岁，我觉得啦，因为我是一个，比方说我电影我喜欢你的话，我会有很多动作的，我会摸来摸去的。哎，你好漂亮哦！哎，你什么星座的？就是约你吃饭、约你看电影啊什么的，我都会。结果呢？但是。为什么对张安琪没有？因为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找不到回来的那个东西。鬼魂啊！没有，就是他。我觉得我如果要出招的话，他并不要想要接受。你说张安琪似乎一点对你都没有好感吗？我觉得应该没有。你是怕吃闭门羹是吗？对对对，我很讨厌，就是我喜欢你，我试出东西，但是你并没有那样。那为什么张安琪今天愿意来进入你的食物链里面啊？而且他有被你剥虾的动作迷到哎，可见他其实是有喜欢你的啊。那剥虾也不能一辈子都剥虾。可以啊，就一辈子剥。我爸也会剥，你要不要试着跟他交往？因为反正他现在单身。哎，所以你后来有没有一头雾水，想说你干嘛不再继续追我？我一直没有觉得他在追我啊。他如果追，有没有机会？不知道哎。不知道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啊。因为你如果说没有也没关系啊，有可能是不是？可是你现在，我们要把他送到那个暧昧的座位上去了。好，请坐，两位。追求是吧？哦，所以是追求，暧昧还有别人啊？对，追求，他是追求，暧昧是。他私生活就很复杂。
接下来这个人我没有，我不好意思介绍哎，因为他已经来过我们节目，表达对另外一个女生的爱意，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懂哎，他这人太戏剧化了，我分不清是真是假。我们冷处理好了。好，欢迎这位来宾出场。哎，不是人呐！你不是才来过对 Marky 有示爱吗？啊，我今天不是来，我今天不是来处理我的事情的，我是来处理他的。你跟他也关心。你今天出来，然后他们帮你挂了牌子，你又暗恋一个女生。不是，我讲不是暗恋张安琪。不是，这个从头故事，中国人要讲起。因为那时候呢，建明哥他想要张安琪，冲着是大哥的女人，他没有动她。嗯，没有哦，郭士伦是在我之前哦。他绝对是在我之前，但是我从头不会高，从头到尾绝对不会跟哥哥说。没有，可是张爱琪，你有感觉到他在追你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朋友的约会一样。不过我今天比较惊讶性的是，他才是宝妈的干儿子。怎么会呢？我以为汪建明是宝妈的干儿子。我觉得宝妈，你没看妈妈那个脸就知道是妈妈脸的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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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宝妈，因为只有郭士伦一直叫宝妈妈咪啊。那宝妈，你有几位干儿子？应该只有郭士伦，我觉得应该只有郭士伦，因为只有他经常会被我骂。嗯，其实在圈内会被我直接骂的人真的不多。像他来，他来过康熙，我知道，我很生气啊，我很生气。我刚刚跟他说，我刚刚把他骂惨了。我说郭士伦没有必要骗通告费，搞成自己这么没有尊严的。我说等一等，可是 Marco 说他之后有接到猛烈的追求。今天 Marco 上我们节目又讲了一则我还蛮惊讶的消息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没有吗？你听我讲，他说郭士伦在节目上跟他示爱之后，从那件事之后，他就一直传简讯给 Marco， 哎，说 Marco， 我是跟你讲真的。不行，那我不要再要打给马妈妈了。我觉得事情真的严重。为什么不能让他追 Marco？ 不可以。没有妈妈，妈妈有妈妈立场。没有，因为你知道郭士伦是那种，他的 range 好广好广哦。你知道吗？他那种追女孩子，你知道会把我们跟汪建明，我们真的是傻眼那种。他今天又来说他喜欢张安琪，我没有说喜歡，我才会生气啊！不是认为我们是鱼类吗？不是，所以我们只有七秒钟记忆就会忘记。我现在好像在比喜宝油的感觉，是不是鱼类？不是，我是说我追张安琪，我是说哥哥被我抓包以后，我一直没有跟他讲过，说我其实以前有跟安琪有认识，然后有带她回家过这样子。No， 绝对不是只有认识。对了，带过张安琪回家，你们俩是有交往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带回家干嘛？因为那时候是交朋友，就像哥哥他教我一样啊。你带过哥哥？他真的跟我哥一样。你叫他哥哥，然后叫他妈妈、妈咪啊。他一直，我其实我应该讲，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平常。你干嘛？你又怀孕了？不是，他一个大男人，你哥哥个屁呀！不是，等一下，没有，就是我觉得建明哥过于亲密。没有，现在搞不清楚的就是要讲你跟安琪这一前面那一段，你带他回去干嘛？没有，你为什么要把焦点扯到我身上？带张安琪回去干嘛？没有，真的是礼貌性送回家。有进去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所以。当时你对张安琪的想法是没有？当时我看到建明哥跟张安琪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愣住。我真的愣住，而且更心碎，更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觉得心碎。更贱的是，他之前五分钟还跟我讲说：“迪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。”迪，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不是啊，他是说弟，我跟你讲。不常这样叫，对，偶尔才会这样叫。然后哎，弟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等，因为我在东区嘛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家族好变态。可是我真的叫他在叫哥。哎，我说哎，康阳哥哥，你会不会想杀我？你是女生没有问题，因为他这个叫法很 gay 哦。他如果叫你康阳哥哥，你会怎样？我很难很难受，很难过，还是很难受啊？就是觉得姐姐。我是素颜，你这样子也 OK， 因为你智商很低，感觉。你还打我？康熙复杂食物链，没想到咱们建明兄背着宝妈暗地偷偷追求张安琪。你说你当时觉得很贱是什么意思？很贱是他跟我讲说，因为我在东区，我说哎哥，我在喝咖啡，你要不要来？他说哦哦哎，我跟你讲弟，我等下有重要的事情，很忙，我等下就要去忙了。我说好，那就那我自己喝吧，我就挂了电话。陪张安琪去哪里？好像去看逛街还是什么吧，没有逛街，反正呢应该是他去定妆还是什么。你单独是陪他是不是？对，他车展你也探班哦？探班探了。你会载他去工作，代表你们两个之间是有什么啊？没有，是因为他家离我公司还蛮近的。那为什么我在他家楼下找他喝咖啡的时候，他居然说他有事情？我跟他家只差几分钟，我也没有。我来康熙从来没有载过他，没有一起去。就是他喜欢你啊。嗯，我觉得。而且当场就俩包啊，就
就挂完电话了，然后结果就走在路上，而且不见啊，谁要跟你喝咖啡啊？不是，就是他当然陪他去逛。你只是他的弟弟而已，他干嘛陪他？你这样讲出来以后，感觉又不一样了。你这个弟弟好恶心哦！而且我告诉你，除了安琪之外，安这辈子他两次出包都被我抓到过，一个是张安琪，另外一个。还有一次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的状况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已经可以做了哈，已经坐在那边。所以弟弟有干儿子的箭头指向宝妈，而有暗恋的箭头指向张安琪哈。所以那个当年的事情可以再研究一下。哦，这个接下来这个很可怜，一直被糟蹋的人啊。我今天会帮他稍微真的糟蹋透了，因为刚才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汪建明就已经说了，他不要视线看过去的时候看不到。对啊，对。麻烦我们迎接下一位来宾。没问题，好吧。哎呦，你怎么还愿意来啊？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很想讲句一下，大家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？请问矮个子有错吗？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吃他的闷亏？真的，我觉得我这半年真是。今天的服装主题是死亡马戏团吗？没在你们身上，一直在。哎，你有精心打扮的今天。其实我今天看到就是有长腿的，我已经觉得算了。可是我知道他有为我们节目做出改变呢，他有露出他的腿。哎，是因为你上次说我穿靴子，我就想说他夏天就穿凉鞋好了。所以你这次有精心为了要迎接我们节目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要认真一点啊。是。我看。有啊，其实比他之前好吧。有啊有啊，当然每次都有更好啊。他有个表现有诚恳的表情哎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说，有一个骷髅在重点部位被推出来，有点。你知道那可能你知道，因为每个人发育不一样，所以可能衣服同一件穿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的效果。了解。那个汪先生，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视线到他哪里？其实也没到那么夸张吧。你看看你穿多高的跟。因为他现在有僵直性脊椎炎，他没办法。我觉得他讲说看不到我们一，我现在是怎样？做140公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如果我要这样子抱你的话，很麻烦。哦，很麻烦。他说接吻要对到。可是你不觉得女生这样子小小的抱起来就你知道很？对呀。可以保护她还什么的吗？我喜欢肩膀跟肩膀是在一起。你这是要同袍的爱。跟营长或者连长肩膀，清楚的知道，很清楚的知道，我跟弟弟是有感情的。他这样是有一种感觉，就他一直把柯以柔的头挡住，让他一直，然后他一直前进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很想要前进吗？其实我觉得就这么多次吃了闷亏，其实我已经觉得还蛮失望。你到底有没有被伤到啊？真的伤到过？其实到今天我看到刚刚在后台看到脚本，我觉得还蛮受伤的。所以你现在应该对他也是彻底死心了吧？我今天。讲每一句话都觉得真的是死心了。张安琪，你过来，就跟他站一起，我看看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哥，你就这样子。啊。所以张安琪符合任何条件，对不对？是。而且姓氏也没有木字边。对。他也不敢设定星座啊。所以，你今天有看到张安琪的时候，你有觉得有一股敌意，还是说你已经没事了？其实我后来知道安琪的时候，我还蛮惊讶的。怎么说？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，我们是其实就是了，还蛮久的。其实他也瞒着你，他跟汪建明的事。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两个认识哎。我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而且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好到就是私底下会约出去吃饭，真的完全压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也都不知道，今天才知道啊！我真的是今天看到小说，你不用难过，雨柔真的真的。然后我想说，我跟安琪还是旧事，但我完全不知道。哇塞！他们两，而且你知道他们两个都在我的 MSN 名单当中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熟识，还会约出去吃饭约会。所以当你敲汪建明一直不回你的时候，他其实正在跟安琪。没有，他每次我跟他想要继续聊的时候，他就说好，那就先这样啊，晚安。OK， 他很容易结束，你知道，就做个 ending 这样。是，刚刚那个汪建明把麦克风接住，跟我讲了一件事。嗯，什么？你怎么笨到？你怎么傻到？你把麦克风接住，应该跟我讲嘛。他的情况就是说，他把枪拿给他的敌人，说：“对啊，射你。”太迟了。不是，你那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啊！到底讲了什么？为什么他把麦克风接住？你跟妹妹啊？其实这个应该你们两个讲，因为你们两个有共同的朋友。因为他说，他为了要撇清他跟张安琪真的没有在一起，他就说其实因为张安琪跟谁交往过，所以他跟他真的我没有。他用这个来换取自身的安全。没有，我们是我的好朋友。对，我们是好朋友吗？
对，就是很会打网球的那位吗？是。这个我们知道啊。康熙来了，处理过这件事有吗？有，因为李圣杰当初来的时候，你把名字都讲出来。李圣杰当初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对木字边都有敌意了。他那时候好像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一首歌是做给张安琪的《Angel》哦，所以你是跟李圣杰很好是不是？算还 OK， 他也叫你哥哥吗？怎么会都是别人叫我哥哥，是我叫他哥哥。所以李圣杰跟你应该是好久以前的事吧？对，很久了。那你跟李圣杰现在是见到面不会尴尬吗？现在见到不会啊，还是朋友。嗯，交往了有两年吗？超过两年？没有了，不到两年，一年半，一年八个月。就你不讲还可以慢慢七个月，六个半月，差不多。哎，所以分手是和平吗？就没有谁负谁什么的？他劈腿。他劈腿被你抓到吗？他也有约过我的姐妹淘去打网球。姐妹淘哎，其实跟你也有关系啦，就马克有啦。没有，他其实见到很多的，其实艺人朋友他都问说要不要一起来参与，所以他其实是看到有不错，哎，有常碰面，像那时候他也是问我说要不要加入，然后你都有去，有去，我去很多次啊。你就是烟雾弹啊，你就用来掩护别人的。就像你在汪建民这边扮演的角色一样，你是要让他过门而出吗？我觉得我在建民哥这边当烟雾弹的蛋比较大。各位请坐，请坐。你找到自己座位吗？有，可以。康熙爱情食物链，哇！没想到咱们的汪建民的绯闻女友柯以柔也进来淌着复杂的浑水啊。接下来这个人真的很烦哎，又无意不语。对呀，因为他永远在暗恋别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相信耶。谁啊？冷处理啊！冷处理，好，来，门打开吧。请救救我！一个劈头盖脸的，请救助！怎么会是你？为什么要来这边？就接上面去坐。先把位置留吧，我们帮你准备一个最边边的位置。哪里啊？这里啊？不是，对不起，这里啊。你还做前排啊？看你坐后排。故事可以讲啊！我故事很多啊。马国贤，你真的不要一直来骗我。我今天来控诉建民，顺便在控诉宝妈。马国贤上次来，他爱谁？那个马 Q， 他声音都哑了，你看。是马 Q 啊 ，double 很多哎。然后他今天又来说他爱柯以柔。对，所以宝妈到底是他在骗通告费，还是他在骗通告费？我觉得这两个都有。我没有，妈妈，我没有。你们就是。我们有点想快一点见到下一位。最后一个是谁呀？这一位我真的觉得也很让人眼睛一亮。我没有想到你们有关系。然后呢，他真的就把这些人都瞒住了。对，这个我是事后。我们要欢迎这位出场。这个是谁？你把我哥哥脸都弄红了。汪建民跟他在一起，你要抬头看，没有跟你平视啊。你们交往了多久？没有交往。两年半吗？一年七个月。六个半月。五个月。四个半。没有交往，真的没有。暧昧多久？应该有半年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久。暧昧半年，为什么没有在一起？大家因为那时候是就是还是在约会嘛，然后就是在考虑对方说是不是 detail 起承转合怎么开始？先在夜店认识，然后就也是朋友的朋友，然后认识到，然后是后来又再一次在一个节目上面遇到，嗯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建民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然后在那一次之后，我们就是有聊天，主动打招呼哦，对，所以为什么你主动打招呼？因为想要谦卑啊，就是哦，被抽了一刀啊，这好危险。不是说你对他有一点点好感吗？有前辈比他交往，还蛮有好感的。我觉得他就是很对女孩子很体贴，因为那时候在夜店，他是不喝酒的人，嗯，他就还蛮照顾，就是他专门在那边找喝醉把他载回去。是什么对白？哎，我觉得他跟张安琪有拼哎，有，而且我们同公司啊。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，就是一样的条件呢。老天哪，两个巨人，好姐妹。所以汪建民原来你喜欢这一型的哦。是。而且其实他们今天两个出来是，我们刚才在讨论说，这两个我们都不知道哎。你们两个本身是好朋友。我不要说你，我也是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跟黄丽啊？厉害。没有，我知道你们这件事情。
请问一下，你们两个彼此知不知道你们都跟汪建明暧昧过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今天看到他，我说哎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说你是跟谁？哇塞！而且我今天还没脚本呢。在过年前我们录的那一集，我跟文慧，你才说你因为你有问那个建明哥说你在外面到底放了几条线？对对，他就说好，如果你们真的要讲，就这两条。结果现在呢？而且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我跟你说，等一下。健步如飞耶，完全完全不像六十岁的人。我想你这样的速度，我就爆他。他觉得汪建明，你到底放了多少线？你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好了，我今天老实说，好，大家摊开来说，就这两条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我在家里面想说，我在家里面看电视，我都觉得说你够了，汪建明。他喜欢的女孩子有两个特性：第一，他要时尚；第二，他要居家。我说居家跟时尚矛盾，居家时尚个屁呀！你说你谁跟他说？大家都是穿高跟鞋要拖地，你知道？跟他说你就别走了吧。DVD 还弄超大电视，天最流行。所以我今天有生不生气？你看两条线，我就已经在家里面生气了。今天突然间出了这么多条线，不是宝妈，而且他不止这两条线，他要平胸，然后要够高。然后又要家居又要时尚，而且我还知道另外一条线哦，你们都不知道的。你还有谁呀？还有，哇塞，我这边也有啊。宝妈，我们不认识他，对不对？不认识啊。建明兄来，我也不认识啊。我记得我见过他很多次，他从来都没有介绍我认识。很搭很搭，真是搭得起来啦。所以你就讲，你就是喜欢这种型嘛。嗯。你就是喜欢 model 啊？其实还好，黄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，然后那段时间就很密集的相处。什么叫很密集相处？我听不懂。就是常常会一起吃饭，大家一起吃饭、唱歌，然后。请问你的暧昧程度有到牵手吗？没有，到黄丽没有，到没有。有没有单独约过见面？可是有，我跟黄丽有单独吃饭。刚刚黄丽去做去做，没有你的事。我刚才说有没有牵手，黄丽用一个很诡异的眼神看我。什么？没有。有牵手对不对？对，就不说不能讲。没有。没有不能讲了。好了，我说了，就是我跟黄丽就是。你为什么像牛一样打一边走一步啊？你把我们当什么？我们不是哥们吗？没有错。还叫哥哥？我觉得我跟黄丽差临门一脚了。可能我提出来，他可能会接受吧，但是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断掉了。你干嘛不提？就没有在一起？你怎么不提？是不是又有新的线出来了？不晓得，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说他有朋友的生活跟我的不太能够搭在一起。可是你有觉得他很莫名其妙吗？就明明在追你，然后突然消失。有吗？好像有 MSN 讲，有 MSN 说，对啊，就是后来是。不是说不是靠电话，也不是见面讲，就是慢慢疏远。其实最后是一点小误会啦。什么误会 ？Detail 起承转合。我们都不知道的，对啊，回去回去回去做好。你今天是穿肉色的 T 恤吗？我没看错的话。不要顺便再攻击他的服装啊。肉色。好了啦。误会是我觉得好像太多桃花了。嗯。这不是误会好不好？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汪建明，我以为你是一个很好吃的人，因为他其实他对女生很好，后来我发现他不是只有不，我一开始觉得他对我很好，可是发现不是他只对我好，对每一条好几条线，对不对？他就看谁那个拉得回来。对啊，所以他其实不是缺临门一脚，是他还没有玩够。对，因为其他的线也在动，你知道也掉到东西了，也好。哎，请问他变冷淡有多瞬间？你是别人口中的莫名其妙的薄幸男子哎。我觉得你骂的不够难听，还可以再重一点吗？烂货，无情。就是我会，其实我会对，就是我可能会有感觉的女生，我会献出比较多的殷勤。所以汪建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好几条线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时候他为什么他会觉得你桃花太多？他可能觉得我的外面有我喜欢的女生，他觉得，因为我对他后来，因为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后来，因为他们常常去唱歌，搞半天纪文慧也是烟雾弹，是啊，没有，纪文慧根本纪文慧是乙楼，是你们自己自作孽，那不是我放的烟雾弹，是没有，妈，还可能，是乙楼，他说你自作孽，没有，我是说你们。
我们制作孽，对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你们把我们造就成在一起的，哦，是你们把我们可以让他被你气哭了，应该让他哭的。哎呀，你们人家身高不够就一直气人家了。No， 没有。可是黄妹，你说她有多瞬间的变冷淡？就是本来还有传简讯说你最近好不好，然后隔天突然就没了。她就是因为我会问她嘛，然后她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么多问题呢？就是我可以问别的女生讲的话，她说你会问这么多问题呢？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我？就会觉得她的口气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你本来是被捧在手心上嘛，王姐，你会说出这句话，就不耐烦，对你不耐烦了吗？不会不耐烦，不是不耐烦，就是你为很诚恳的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对，为什么要听外面的人的乱讲话，所以你当时已经觉得他烦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烦，你只是烦恼说为什么他不能相信你。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分。为什么不能用你的行为证明让他相信呢？嗯，其实是后来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的生活交集不多，所以我就干脆就。我觉得你现在身边的朋友没有人相信你耶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还是相信他的。你少这边做好事。你相信我，其实我应该不会开心，不会太开心。康熙爱情15年，汪建明夜路走多了，还是碰到鬼了。没想到制作单位把他的暧昧对象也请来了，是明星是不是？这写出来你一定会认识。要写哦，你要写哦，不要写啦，郭士伦。宝宝，我觉得可以写，可以写，因为我很想看，我也想看。长辈，我应该装一下，说你确定要写吗？对，宝宝还是让他写，真的要让他写吗？不要写在小本子上，写在手卡上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吃掉他，这次我吃掉哦。其实可以讲，不用写了。哎呦，他王建民说可以说，他，你确定可以讲吗？可以讲，不要，你有那种勇气？哎，我刚刚再讲出来，你就形象大伤，哎，就代表你是说谎的人。宝妈都这样讲我了，我觉得没有比宝妈念我来的难过的事情了，我觉得可以讲。来，黄丽，你先请坐哈，你在暧昧的那个位置，欢迎你来。哎，叹气。对，所以建明今天的致命伤也不是找到黄丽，也是大家群起而攻之的。我觉得他的致命伤可能就是会落在郭士伦写的那个人身上。哎，建明兄，所以是先撇开那个人不讲好了哈，就是你对这些女生的感觉，可以有没事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可讳言的说，两个都是我会喜欢的女生，而且她们两个跟一般人对模特的认知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两个都是很单纯，生活都非常的单纯。OK， 两个都 很居家又时尚，非常居家，两个都很居家，都很乖。可是黄丽这边收线之后，你有立刻再展开其他的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其实应该是我就比较小孩子气，我会去问他很多事情，就是会我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我就说，就你听到任何传闻都要问。对，就是我就比较。没有办法接受人家跟我讲。当时从你嘴巴里面问出来的人有哪些人？没有，都是不认识的，都男生嘛。对，因为其实我出来玩也是哥哥带我出来玩。你再讲哥哥，我就想你了。就是建明哥带我出来玩的。有两个女生对他有这种说，如果我们最后没有结婚，我就跟你在一起的。可以，有是上次在康熙就已经讲过这话，说如果最后没有人的话，他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。对。然后听说张安琪跟他也。做过这个承诺，就张艺兴如果一直没结婚的话，王建明要娶她。你跟多少人做过这个承诺？没有。你跟宝妈有这样讲过吗？因为其实他中间去年他交过一个，什么去年？去年？其实去年啊，没有啦，去年好几年了，反正几年前他交过一个。那我觉得说那个对他来讲，我觉得他有受到伤害。是明星吗？是。那就是刚刚你们讲那个，那我觉得他有被伤到，而且伤的还蛮深的，因为中间过程我大概都知道一些。那因为之前我已经有劝告过他说，你自己要交往之前你要想清楚，对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听说一些外面的风风雨雨，我说你要想清楚。可是他，我觉得他，因为有时候爱情这东西就是爱到你很难说，他就是毅然决然的还是决定去爱。好了，那中间就发生很多事情，那他也跟我们讲，那我也再度的劝告说，你自己要再看清楚一点。可是有时候已经爱下去了就。很难自拔，所以建明兄是之前的伤害让你不再相信稳定的关系。倒还好，我觉得是我自己对我自己已经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啊。所以even就像这样子的女生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应该要
告诉他应该要展开对接送吃饭干嘛，没有，我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。那当你讲那句话说你不结婚我就会娶你，那个是玩笑话是不是？还是你有一点真的这样期待？那个是我讲的还是你讲的安静？就那时候我是看到就是有柯以柔啊纪文慧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亏他，我就说哦你好乱哦，然后他就说才没有了，你才是正牌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定要帮以柔讲一句话。我说今天以柔会这样，我一定要站起来，因为他会激动，跟那个膝盖致敬。我们生日那一天呢，后来事后有人跟我讲说，哎哎，妈妈，我跟你讲啊，那天呢，你们家建明啊叫以柔叫老婆，哎，有这件事在他在我们节目上有讲过。然后你知道我当下我听到我去，我其实还蛮生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都觉得，如果你认为你跟以柔是。就是朋友，就是朋友，你就不要跨过这个界限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她还她再怎么样也是一个小女生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对，我听到的是，我觉得你怎么会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？但是我没有念她，我替她问问看，因为说不定以柔能够接受别人开这种玩笑，就是可以接受男，比方说像汪建明这样的交情，可以随便叫你是老婆吗？其实她也是第一次这样叫，我当时只是觉得高兴一下，有一点。其实现在的心情讲这件事情，其实会有点五味杂陈啊。我觉得，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那天那个老婆一叫完之后，我也有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当着别人的面。你有就喝醉了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一直追酒喝。你头讲这样的话，我真的觉得，那天我说。我跟就是他拿着酒杯，然后我就会到每一桌去说：“哎，我老婆来跟大家敬酒了。”好了，那你这样真的是很怪异，所有都是认识的，全部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，而且这样女生就会想说：“哎，所以我在你心中的地位是……”对，那他就把自己当老婆，就一桌一桌敬就。他跟你说安琪你才是正牌的时候，你听的是什么感想？我就大笑，上面说怎么可能？然后他就说：“快点，快点嫁给我，你就可以去上那个当大嫂团。”你是谁呀？不需要这么开诚布公，好不好？可以玩这个，你太完善了。我以为我还多少认识你一点，你知道谁？想很远，就是你玩笑是开很大哎。我觉得，就你自己在脑子里的想象是铺得很远，是不是？有一天被他跟文慧大骂了两个人，我们三个人三方 MSN 啊，我就说哎，好吧，来吧，大家三个人都在，把话讲清楚。然后呢，他们俩就骂，文慧就生气，两个人就骂我，真的生气，因为女生经不起这种玩笑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以柔你是真的有生气吧？听到他讲这些话没有？因为那天其实生日会，他一开始这样叫我的时候，我说你不要随便乱叫，我说你这样叫我说以后谁敢追我？因为你当着大家面，可能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么清楚这件事情，或者是有常常看电视。那像弟弟就认为你是哥哥的女人的话，他就不好意思再对类似之类。我说你当着，而且那天都是算是演艺圈的一个 party 嘛，那大家都是圈内人，你一叫，那个可能五六十个人都认为我们两个真的，可能有一半的人都，反正就是可能是假是真也搞不清楚。那我就刚才我有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当着当着大家面。他又没有真的要跟你在一起，干嘛一直开这种玩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你今天来看到。安琪跟黄丽两个人说：“你有很受到威胁吗？”没有什么威胁啊，就这样子吧。你应该就真的是觉醒，你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？对。所以他下次再怎么说你是他老婆，你应该也不会放在心上。那黄丽反正置身事外，因为他已经有别的。对。所以你今天是来看好戏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怎么不知道我发生那么多事情？我那时候想说，奇怪的是，我到现在还会想说，你真的只有对我。对我这么好吗？我现在看这个情况，我觉得他不是，就会有点疑惑。所以安琪，他现在在你心目中还有机会吗？这还是可以看看是不是？一天到晚跟我们 MSN 讲说要退我去晒太阳，你现在这样讲。我觉得张安琪好像有在喜欢你耶。安琪应该没有，没有，他今天都不愿意把话说死啊？难道是顾虑礼貌吗？还是？聊天就是都是闲聊，好了，去睡觉了，就这样，没有哭戏也是这样闲聊啊，哭戏真的也是这样聊。今天如果给他通告费的话，干嘛？我帮你。今天受到的折磨也不是全无收获啦，就是起码这个不行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的
我跟他们的关系，我觉得我维持得很密切。嗯，我在乎他们每一个人对我的看法。宝妈，如果她现在就对张安琪很专注的进行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建明有一样东西，他必须好好的修正他自己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谈一段稳定的感情，你不可以一直在做这样子重复的事情。一而再再而三，不管，恐怕你已经念过他了吧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我从来没有。他是我都会念马国贤，我会念郭士伦，但是我唯独不念他，因为我知道他自主能力很好。那我以为他 OK， 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我不念他是错的。我相信建明的妈妈跟奶奶跟我同样，就觉得说我这个儿子是出了什么问题了，到底是膝盖。但是后来膝盖有，我后来觉得是他的个性，他的个性会害他，他真的会害他将来交女朋友的一个东西，这是一个他自己需要修正。我不愿意今天的食物链带给大家。对汪建明这么不好的印象，他其实真的是好人。对呀，这样这样对他不公平。所以宝妈，不然汪建明、马国贤跟郭士伦谁最差？郭士伦。嗯，好啊，我认啊。妈妈讲的话是真的。OK。他真的永远就是那种，你知道我从他这三个男生里面，汪建明最好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当然，那也算是完美的 ending 啦。那很好啊，就是打败两个不太值得打败的。不要这样讲啊！钱来这边干什么啊？今天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个他恐怕在每个食物链的末端都会出现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再调戏一下大家。我还是希望那个就是起码大家看到你好男人的那个部分，然后可以带来感情生活上的幸福。那黄丽已经是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安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以柔就是完全是句号了吧？以后就自己好好发展，下次以你为中心弄一个食物链出来，赔偿你一下喽。好，汪先生请保重了，好，谢谢。